今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，俗称关鬼门的日子，而号称是南横春北头城的宜兰抢孤活动啊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今天晚上的深夜子时登场，一共呢会有16支竞技队伍，将会进行一场精彩的抢孤表演。他们得爬上40公尺啊，布满牛油的孤藤上夺下顺风旗，才能拿下大奖。总奖金呢56万，第一名就有30万，吸引了不少的好手前来较劲。